那来也是我们的缘分啊，跟大家见面呢也是应这个中国人有句话叫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过去很多在中国大家也不认识的，但是在遥远的那个欧洲啊大家见面很高兴。那么很多人来了之后呢，总是听说很多台长的那些一些关于自己的功能的事情。台长呢，其实我们现在弘法真的不容易，要用功能呢让人家相信之后呢，人家才肯定进行学佛。如果呢真正的大家都相信佛的话，那我就不要用这个功能了。因为正因为很多人还是不相信嘛，所以台长呢到处就是希望能够有这个功能，能够让大家能够一起相信。实际上呢，台长跟大家呢稍微先聊几句。那么已经跟很多很多的人结缘了啊，为什么有些人很苦呢？为什么有些人会跟家里人经常吵架啊？刚刚王先生也讲了，那为什么呢？实际上你们不知道，因为人跟人呢有个前世。那很多老人家就知道，因为人家说我们孩子生出来，很多人就说一句话说啊，为什么这个孩子跟爸爸妈妈这么好？为什么这个孩子是讨债的？那个孩子是呢是来还债的？实际上呢，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看不见，台长看得见，真的是前世，很多的儿子都是来讨债的，而很多的女儿是来还债的，这是真的。因为什么前世很多的女儿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很多都是前世夫妻的，还有的儿子跟那个妈妈也是夫妻的，所以很多的妈妈把孩子生出来，儿子生出来，哎呀，宝贝的不得了，天天抱在怀里。实际上台长看得见的，他抱的就是他前世的夫妻了。所以这种事情呢，台长看得多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好怕，因为我不敢讲啊，因为我讲给人家听，人家更怕。有一次，一对夫妻两个人，经常好得不得了，哎呀，有时候吵起来，两个人要拳打脚踢的，好起来不得了。那叫台长一看，我说，哎呀，你们前世是兄弟啊。那个时候台长是要问什么我讲什么呀，告诉他了之后好玩的，告诉他之后结果晚上两个人在床上你看我看你，你是大哥我是小弟，所以有些事情不能讲穿的啦，一讲穿就不行了。我们心里有一个中年女士，她养一条狗，她对这个狗啊好的呢比对自己的家里亲人都好，自己省吃俭用买了最好的那种食物给那个狗吃，那狗啊把狗洗澡啊抱在怀里睡觉了，你想想看。结果后来台长一看，是他过世的外婆投胎了，而且我说的他外婆过去的个性，他说跟狗一样你们不要单单听这个字啊，跟狗好像骂人一样，实际上狗有习性的，真的，狗知道喜欢不喜欢，开心不开心。有时候你一说我带你出去遛狗了，哇，在房间里转的那种性格活泼的狗和那种性格不活泼的狗都有讲究的。但是一旦等到你知道了之后，实际上已经很可怜，因为你已经知道我已经投了狗，我已经投不了人了。那个时候刚刚投的时候他就有点意识，到了后来大概几个月之后，这个狗就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你这个人做坏事做得太多了，你像你这人下辈子投都做不了人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做人啊，在人间就是有六道轮回了。你想想看啊，我台长经常跟人家讲，我们如果一个人老老实实的像你们大家在丹麦啊过日子，我不害人，那么我也不做好事情，那么这就是缘啊。如果你做了好事了之后，你在丹麦帮助人家，对不对？那么你们很爱人家，你对人家很好啊，你去教人家念经啊，让人家解脱了，实际上你已经境界上升了，你就是神了，就是圣人了。实际上这就是活在天上，因为帮助人的人是很快乐，因为当一个人嫉妒人的时候是很痛苦，所以当一个人恨人家的时候他是更难过的。
所以像这种恨人家活在世界上的人，他活得一定这个素质量非常差，因为大家知道人的毛病就是恨出来的，很多的身体不好都是恨出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恨人家，对不对呀？啊，夫妻吵架也是这样，跟孩子也是恨，啊，跟邻居也要恨。人家家里，你看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你看看我们在澳大利亚，那个有时候邻居之间啊吵架了之后，大家找出最恶的方法来攻击对方。那中国人呢，你们知道喜欢用这种八卦镜啊，隔壁住了一个黎巴嫩人，就是伊斯兰教的人，就是黎巴嫩人呢，他们呢就是骂人，放这种黎巴嫩音乐，然后就骂，冲着里面骂，还弄块什么镜子，他们也懂的，弄块什么镜子。那么中国人呢，觉得呢这块镜子照了之后呢，他怎么都不舒服啊，就觉得家倒霉了，好像被他弄到，你人家说叫下杠杆一样，他很难过。那么中国人更厉害，更绝，你们知道他想出什么方法？他知道伊斯兰教是对猪啊、猪肉他们是很尊敬的啦，他就买个猪头挂上。你说人坏到什么程度？你看看啊，这人的毛病啊，就是他专门找那些你最难过、最不开心的事情、最恶的事情来跟你弄。那么实际上，当你恨人家的时候，心里弄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的心已经坏掉了，对不对？那台长在小范围跟你们讲讲，虽然他们有录像，我也没办法，小范围总要稍微讲一点点的，对不对啊？一个，因为人的心理啊，我这个故事跟大家曾经讲过，因为佛印啊是一个大和尚，啊，光头，胖，怎么人胖的不得了，穿那个和尚服装，那个苏东坡啊跟他关系很好，经常下象棋。那讲那两个人嘴巴老动嘴巴，那么有一天呢，因为苏东坡呢这个人呢嘴巴很会讲，他老斗不过那个佛印和尚，所以呢他呢总要找办法弄逗他玩。那么有一天下象棋呢，苏东坡就跟他讲了，哎，他说师傅啊，我看你坐在那一堆啊，像一堆屎啊。他就讲，结果佛印就跟他说，我看你坐在我对面像一尊佛呀，哎呀，开心啊，赢了赢了赢了。回到家跟他妹妹讲，你看今天他被我打败了，我说他像一堆屎，他说我像菩萨。苏小妹很聪明，跟他说，哥哥你又输了，人家脑子里都是佛，都是菩萨，看出来你就是一个佛，你的脑子里都是这种肮脏的东西，你看出人家都是肮脏的东西。你说说看，我们现在人是不是这样？人跟人吵架的时候，你这个人坏得不得了，你看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讲他的时候了，实际上你就是这种人啊。所以人家说不要去讲人家，讲人家的人你就是这种人啊，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那可能是他偷的，是不是他偷的？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心中已经有偷的东西了，哼，好得不得了了，像什么样子，在家里不得了了。实际上你嫉妒人家的时候，你就是已经犯了嫉妒的毛病，因为你经常嫉妒人家，你才会讲出这些话出来。所以一个人想不到的人，很好的人跟我们交朋友，比方说台长跟你们很开心，我看着你们我不会想什么东西的。现在的人呢、太敏感 very sensitive， 就是一句话明明是好话，他都会把你当坏话想，对不对啊？明明想今天很开心的，他马上就他在说我什么意思啊？对吧？哎，天天说个菜过来，老婆给你说完菜，你天天是不讲话了，你突然之间讲今天菜不错嘛，老婆马上就想什么咸了、淡了、不满意了，他不会把你一句话当成一个很正常的语言。现在的人已经不会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了，都是把人家往不好的地方想。所以的人的心啊，就是越来越恶，啊，这就是为什么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有时候人呐、会变化，天会变，对不对？你们想想看，天气好，大家舒服不舒服？很开心吧？天一好，心情就好。你说天跟地有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啊？那人
大家开心和气，大家在一起能够聚在一起，那有时候开开心心，那这个就是一种人气啊。那么好人聚在一起有一种人气，那么坏人聚在一起呢也有一种人气，那么叫恶气。所以只要坏人在，那么肯定你们就麻烦。比方说我们在马路上走路，三四个骑摩托车的人，那种样子披头散发的，那种一看就像飞车党一样，你说这种人气你敢不敢跟他交朋友？你一看你就吓怕了。所以真正懂得做人的人，你要找我们信佛的人学佛的人，好人才跟他交朋友。如果他不是个好人，你要离他远一点。台长呢也是谢谢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们能够上下都能看。先不要讲啊，待会儿问啊。所以台长跟你们讲啊，这个台长呢，实际上在澳大利亚呢，已经十几年一直给人家看。过去给人家看呢，台长呢是有什么说什么的。现在呢，看的人都不敢讲，因为你们记住，台长跟医生不一样。比方说你们身上有癌症了，医生直接告诉你你是癌症了，实际上这个人呢，对加快他的免疫系统的损害。所以这种人只要免疫系统一损坏，人整个就垮了，他死得更快。所以一个人精神上很重要。当一个人如果真的生病的时候，台长会告诉他你不会死的。那当然了，如果真的晚期了，那他不念经我真的会告诉他不行了。但是他主要会念经的话，我看出来我一定会对他讲，你一定会有救。有救是两个层次的，一个是肉体上的救，也就是说你的肉体不能坏。如果你的肉体已经左肺拿掉了，肝拿掉了，怎么怎么搞来搞去了，那这个人救起来菩萨救也很难。如果你还没有动手术的话，那你可能呢就是菩萨会给你慈悲啊，可以把你身体会调节的。尤其像癌症这种东西，它会跑的啦，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所以左面来了毛病了，你把它左面割掉，右面割掉，它再会跑到下面去，什么地方都会跑。所以现在的人呢真的是很可怜，到处判死刑。为什么？好好的活着挺好的，台长来之前一个33岁的人刚过世。所以现在不要以为啊年轻人不会死，年轻人压力大，死得比老人还要快，真的。所以一个人要想清楚，不要太难过，不要太忧伤。因为每一个人实际上经历感情的波折和经历前途啊、事业、工作啊，都是会有问题的。所以台长这次实际上到丹麦来啊，台长就是要把那些怎么样来避除，让你能够在单位里跟人家关系不好，怎么样避开你身体不好，让你精神上不要有障碍，这个东西告诉你们。为什么呢？这个只要有这个方法，你就不会生这种病。我告诉你，台长过去有一个学生啊，这个人是一个西人，他是一个精神病专家。他告诉我说，他说现在马路上你随便拦100个人下来，你按照精神病医院的条例，医生的条例，你检查一下，大概50%的人都有精神病。也就是说现在的人都处于不正常的阶段，因为现在的人都追求的东西都是不对的，都是那些物欲的东西，而不是追求精神的东西。实际上再有钱的人，当他很痛苦的时候，他钱对他来讲没有用的。你们看看有多少有钱人自杀，他活得不快乐。但是台长可以告诉你们，知足常乐。而我们如果活在一个地方很逍遥很自在，开开心心的，我就不会想到自杀。我再痛苦，哎，我自己心想得开就可以。而有钱并不能买来幸福啊！如果大家都说有钱买来幸福，大家都去拼命赚钱，有钱只能买到你的物欲，欲望还是有，但是真正的幸福不在你们身上。所以现在的人的毛病实际上是叫身心健康，身体不健康了，你的心灵就会不健康，因为难过了嘛。身体不舒服了，心里想不开了，长期的毛病让你的脑子都坏掉了。这叫身体不健康会影响心灵。还有一种毛病大家忽视了，就是你的心灵不健康，
这影响你的身体的是最厉害的，因为这是会让你忧郁神经病，让你会长期的忧郁之后，让你难过，肝啊肺啊心脏都会不好。所以人的身体好坏实际上是控制在你的脑子里，控制你的心灵。所以一个心灵要平衡。如果你们今天做了下面的人，你们告诉我说钱我够了啊，我就服你们了啊。没有几个肯讲我钱够了，对不对啊？有几个人说我够了够了不要了。我告诉你们，我经常在澳大利亚讲啊，一个人的贪心已经贪到什么程度了，你不要讲其他的，你就去吃吃自助餐好了啊。像你们这里吃个自助餐多少钱啊？啊，十几块钱要吧？啊，啊，198克朗，比方说198克朗对你来讲，你只要付了这个198克朗，这个胃就不是你的了，因为你走进去你觉得这个胃不是你的了。我不把这个198克朗我吃回家，我难受了，吃的胃撑的来了，不消化了，很多人跑出来吐了。你们想想看，胃是自己的，对不对呀？那人就是贪呐，看到好的东西吃了还要吃，吃了还呀，全部吃了已经饱得不得了了。最后一看，还有蛋糕的，还有地震的。你想想看，你不把自己的胃当回事，你接下来把胃撑坏掉，那么胃痛起来是谁呀？年纪大的时候，对不对呀？那个时候就叫报应来了。年轻的时候不珍惜自己，年纪大的时候报应来了。就像你们结婚一样的呀。结婚之前大家都很在乎，结了婚之后大家不在乎大家了，接下来就吵架了。而且现在到了末法时期，你们想想看，有几个夫妻是不吵架的？实际上就是因为长期的那种累世的积累。比方说你们看不见，台长看见啊。比方说你的前世的老婆，那么上一辈子呢啊，你是男的，你老婆是你老婆是男的，是丈夫，你呢是上辈子是女的，因为你上辈子欠了他了，这辈子你又来还他，很多都是这样啊，不懂啊，上辈子吵得这么厉害，这辈子怎么不还呢？这个绝对是真理，这个绝对是真的，你们要记住啊。所以有时候台长看到的东西跟你们讲，你们要相信，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上呢，很多人不相信，那不相信就很可怜。不相信台长只能说了，你们相信吗？来来来，马上给你们看，对不对啊？14号台长还花很多力，一看一讲讲讲，哎，对对对对对，哎呀，你说说台长累不累？如果马上能相信，那多好，对不对啊？实际上不相信的东西太多了，你们看不见它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太多了。你看看你们弄的电手机、电话。有电线吗？电波看得见吗？收音机有电波吗？你们这个那个电容有看得见吗？空气看得见吗？啊，细菌看得见吗？不得了的东西看不见啊，菩萨看不见，鬼你们也看不见啊。但是你们知道 Michael Jackson 啊，台上就看到啊，他前世啊，啊是一个猴精啊，天上的猴精啊。所以这种人到了人间之后，你看他在台上跳舞，做出来那种动作都是人做不出来的，是反的这种东西，这种人手就跳得这样，看见没？在台上狂跳乱轰啊，跳到后来啊，你看看大家都喜欢，说明人现在不喜欢人，喜欢动物。你想想看，他这个动作出来啊，乖得不得了，不是常人做得出来的。那些年轻人，你们看看，你们这里有没有万圣节啊？啊，鬼节嘛，万圣节实际上就是鬼节。你看那种男男女女，在马路上叫，脸花得一塌糊涂。你想想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这种人怎么会不惹鬼呢？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好好打扮的，对不对啊？为什么年纪大的人，人家就规规矩矩啊？年轻人，因为他现在随着潮流，他不学好。所以你们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好的话，孩子就不会把你们送到养老院啊。否则福利再好你也要死，而且送到养老院，我告诉你以后就很可能三等人了，等吃等睡等死了。一个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
你到了阎王庙之后，你说你有什么自由啊？天天哎呀吃饭了吃掉饭，然后呢等睡觉，啊真的等吃掉睡能死。所以千万有福气的人，年轻的时候不要花自己的力积蓄太多。台长经常跟你们说，你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实际上用的45岁到50岁是用了前辈子的积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到45岁50岁之后他的运程就开始不行了呢？因为他生出来之后到了1岁到50岁的时候他没做好事啊。台长只要在这里一看，你们坐在下面的人所有的气场，台长都能感到。我都知道你的一辈子上辈子，我都待会可以给你们当场说啊，你们最好的老实一点，因为你们不老实的话，台长可以把你的坏事都讲出来。我经常这样啊。所以为什么呢？对啊，当然大家呢啊，大家来了之后，老婆婆坐在前面有椅子呢，给他们坐在前面。你们让老婆婆坐。所以呢，台长把大家都是当朋友一样。你们知道，我们呢其实跟你们一样，我们跟你们一样，我们在澳大利亚也是，我们也是属于华侨嘛。就是说，我们也是大家很多人生病，为什么？他太寂寞了。因为他一到一个西方国家，他语言不通，他又不能看，又不能说，他慢慢把自己就自闭起来了。所以自闭起来之后呢，他就慢慢不舒服了，他看什么都慢慢不满意了。他就算会讲点主流社会的话，但是你也不能融入主流社会，这永远有差异的。所以你们想到这一点，心中要调节好。所以当一个人想不通不开心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心态要调好。所以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实际上台长告诉你们，是他的心生病，毛病都是心里生出来的，病由心生啊。一个人恨人家恨的时间太长了，他就会生病。一个人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贪到后来他又会生病。像你们很多来大麦的人，开始来的时候脑子就想一点，我要拘留，能拘留下来我什么都不要，我无所谓，菩萨让我拘留吧。等到拘留下来了，让我找个好男人吧，过一会儿让我有小房子吧，房子有了以后换个大一点的吧，大一点之后有个好车子吧，啊，单单税太高没关系，要有个车子。我告诉你，人的欲望它是不断的在加强，它一点点的积累和膨胀，不是说我今天满意了就好。你比方说，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也是，当他没追到的时候，我只要追到他，我什么都无所谓。这人的毛病啊，什么海枯石烂的，还心不变的，全是废话，全是乱讲乱吹牛。所以人的毛病啊，吹牛啊，因为当时说的是真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他都不说真话，你明白了吗？所以大家明白这些道理之后啊，就懂得一个道理，我们活在人间不要去贪，因为贪是永远没有满足的。当一个人一直贪，他就一直的难过，心里不舒服。当一个人不贪，他心里一直会很舒服。所以希望你们呢，一定无论如何要不要去贪啊，然而尤其呢不要嗔。嗔是什么呢？就是恨，恨人家自己很难过，对不对啊？啊，还有痴，痴是愚痴，愚痴是什么？想不到的事情一定要想，你说我们有没有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呢以为台长，哎呀，弘法起讲佛法，实际上台长这个就是佛法，因为菩萨叫我们慈悲人家，叫我们对人家好。但是呢，你要跟很多人从来没学过佛的人，你跟他说很深的道理佛法，他们听不懂，也没有人会要听。最好的方法就是解决人现在生活的问题，这样大家觉得这个佛法就用上了。所以人最要紧的是这个。台长呢，今天呢不跟大家讲很多，因为今天是小范围的见大家，所以呢，台长呢跟大家说，有缘千里来相会啊。虽然呢，我昨天冒的飞机啊，让我非常担心会不会掉下来的感觉，因为那架飞机抖得实在太厉害了，它简直像开汽车一样，它加那个汽车汽油啊，那个像
鸡油一样的样子，就抖得这么厉害了，就硬抖抖就抖过了，抖了半天，没想到上去这么一会儿就下来，真的，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心中有大家，再抖心里也是平安的，因为心中有你。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多好，真的。如果这辈子不跟你们结缘，我们下辈子也不知道见得到见不到。所以有好的东西要给大家享用，不管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好不好，先给你们享用，享用了之后你们能够好的就好了。因为台长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东西，你们一定要记住，当人家说这个东西好，你们先想一想，我可以试一试，但是呢又不要，千万也不要，一个好的东西给你们，你们要记住，第一他不会要钱的，没有目的，第二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这两点。第三是什么？看这个人给你他是什么目的，如果他没有目的，那他绝对是个好的东西。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台长给你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让你们能够改变你们的一生，改变你们家庭，你们可以试试看，好的你们念下去，如果不好的话你们就不要念，你看看是不是台长能够让你们改变。台长现在已经让全世界将近100几十万人都改变了，难道就你们这些人不能改变吗？一定能改变的。谁都不想生病，谁想生病啊？苦不苦啊？对不对啊？求不到得不到苦，难过吗？你想想看，一个人得不到东西，求不到，求不得苦。这次我到马来西亚，有多少女孩子啊，都生不出孩子。台长一看呢、啊、身上全有鬼的，跟他讲啊，3、4个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你怎么生孩子啊？在就不让你生，那你们看不见，台长看见你告诉他。但是同样有多少人呢、啊、8年生不出孩子，什么医生都看过了，台长叫他念了半年小房子怀孕了，精彩吗？最后呢也谢谢大家啊，不管怎么样台长来了，大家你看布置的这么干干净净哦，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感恩你们，因为大家都是跟台长真的是有缘分，所以我们今天有缘分了就是好朋友了，你们有缘分了台长就能救你们了，实际上是观世音菩萨救你们，我只不过是替观世音菩萨在救你们，我希望没有任何希望，我就希望你们能够工作好，身体好，家庭好，什么都好，每天活得开心，你们心中无有挂碍，什么都放得下，你们活得人间就是活得很自在。一个人生病很痛苦，一个人求事情也很痛苦，所以我希望你们最好是不要有痛苦，当你们没有痛苦的时候，你们就跟观世音菩萨很近，因为菩萨是没有痛苦的。好，接下来呢台长今天的不能太多啊，平时讲好的本来是明天开法会的时候呢给大家看看图腾的，今天呢弄一个小的，小的呢没办法，感应啊，台长感应也很厉害，不过台长呢也会给看情况给大家，你们呢问一些问题台长当场回答你们啊，并不是像我两个前面两个笨徒所讲的啊，两个笨徒啊说哎呀台长怎么样啊，我跟大家讲话你们感觉很亲切啊，他们两个还打官腔了 啊台长不喜欢啊，要他们好好学啊，跟大家就是朋友，你们跟台长都是平等的，我过去真的跟你们都是一样，我也看不见东西的，我也不相信的，但是时间看见你说我能说不相信吗？我开始救人我很傻的，我急啊，你说你还不长在这里你都不看，哪里啊那不一样啊，来，那个鬼爬在你身上，他不知道，他不相信，所以台长就是告诉你们要相信，但一个人看不见的东西，他一定不是不存在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几号？第一位是14号，对14号啊。好，你给话筒给人家吧。好，坐着好，坐着没关系，坐着哎，好。啊，广东话，广东话翻译一下。
好吧，你讲给他听那个广东话，然后你翻译给他听，尝试一下。好，没关系，没关系。阿蒋你好，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谢谢。我问题是关于我的家。身体和工作他想。你问问他属什么的？1975年属兔。1975年属兔子的是吧？那才能告诉你都看见了，你的感情运啊很差，你的命中感情运很差，你的婚姻至少2次以上，对不对啊？鼓掌。你过去做的生意蛮大蛮好的，但是你现在越来越不行了，生意啊过去很好啊，现在越来越往下坡走了，所以你必须要改进自己了。台长不会讲错的，我告诉你，人家说95%啦、98%啦、99%啦，台长一点不客气，100%。好了，那么他的感情运要叫他多念一点心经，因为他这个人命中啊有欠人家上一辈子有欠人家感情，所以他经常会碰到些女人对他比较好啊，对他比较好，慢慢对他好了之后呢，慢慢就会问你要些钱啦，问跟你搞啦，包括那个感情啊夫妻啦，你这个人呢人们老实，但是呢你看见女孩子人家对你好呢，你就觉得哎呀弃之可惜呀。所以呢最好呢，他说对所以呢自己呢一定要明白啊，因为我看你这个兔子是白的白兔，但是你呢现在穿的都是黑色的衣服，你要知道白兔的话你穿白衣服你会给你带来 lucky，会给你带来幸运的。然而你去做生意啊，签合约啊， interview 啊，什么都需要你，比方说是白兔，你就要穿白颜色的衣服，就会很干净，它就会跟你的图腾相合，然后接下来你就会顺利。那你平时穿的黑的那就不顺利，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学会念解节奏的话就是化解你跟你老婆跟你女朋友的那种冤结。实际上我也不能说你什么，因为有女朋友没有关系的，都是前世人家欠你的或者你欠他的，你听得懂吗？但是呢这是冤结要还掉，因为所有的冤结来了你最好不要去最好不要去把它继续，因为继续之后呢你就把这个缘分呢会继续下去呢就是跟你今世的缘分呢会冲突。举个简单例子吧，这个火车是往这里开的开到你的丹麦，那条火车呢也是开到丹麦，对不对啊？那么这个火车线呢后来把它 cancel 了，不要了，对不对啊？那是过去上一世的，那么这个火车呢也是在这么开，是今世的。那么看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这个火车是我的吧，我也能丹麦吧，好，你说来我把它一起弄开了，你看接下来撞了，明白了吗？那么家庭就矛盾出来了，事情就麻烦了，就 lost money 了这个最要紧了对你来说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你没有它就没有命所以呢你要自己要多念心经，而且呢如果有谁跟夫妻感情不好就对着自己的老婆就帮他念，你自己也念，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和我太太某某某化解冤结，然后开始念节奏，就是化解冤结。那么更好的话呢，拿一根绳子打很多结，然后呢念的时候呢就一边解
就是把那个化解，把那个结解掉。那是这就是开始的时候，心不定的时候。等到念到一定的时候呢，不会心乱了，那就不要用这绳子了。你明白吗？所以呢，你慢慢念，念到后来就会真的好。夫妻就会很少吵架。你听听那个刚刚王先生讲的，他们夫妻过去是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你问问他现在连小吵三六九都没了，对不对啊？那你肯定不想吵架了。那你就要学学太阳这个观世音菩萨法门，多好啊！所以你慢慢会好的。你要注意身体，你的心脏血压都有问题，你的肾脏也不好。我现在讲给你，你的腿很不好，关节。你以后时间长了，走路会很麻烦的，讲的对不对啊？厉害了！我告诉你，小范围里面，台长跟你们讲讲啊，啊，像台长这种人，我告诉你，能够真的叫上天入地啊，啊，真的没有的啦。所以你们真的服气了，台长居然还跑到你们。阿胡子这里来，所以呢，这个叫有缘分。你们跟台长有缘分了，不要说是阿胡子了，或者长胡子也去，明白了吗？只要你们大家有求，台长就一定会来跟大家讲啊、哦。你现在要记住，要念小房子，要念，你叫他要念小房子的，因为他身上有小灵性。有一个小灵性，就说你有可能就是你跟你的老婆啊，你的太太呢是打过胎的，你告诉大家打过没打过啊？就是掉孩子啊，不是，我知道，啊，我告诉你，要么就是流产，要么就是打胎，一定有。我告诉你，因为这个孩子是在你身上。长得像你太太，不像你。我讲给你听，你太太样子好吗？好吧，人瘦瘦的，现在有点偏胖，啊，头呢稍微有点偏圆，人蛮漂亮，比你漂亮很多，很能干，啊，嘴巴很会讲，对不对啊？对对。好多好多。嘴巴里一直骂你，心里面对你还是不错的。你在外面惹事情了，他还要帮你包圆，还要帮你保护起来，啊，就是太厉害了，明白吧？有点克你，啊，那是现在，过去的有点帮扶。你过去做生意，他能帮到你多少？明白吗？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段时间帮你的，那段时间就克你了，这里面全有讲究的。所以人家说三十年风水人流转的，所以你现在要跟你太太一个化解冤结，一个念心经，还有帮他。我讲一个事情你听着啊，就是曾经有一次，你比方说你跟你太太生孩子的时候，比方说你有没有，你现在这个孩子你有没有想叫他打胎过？就是你比方说刚刚是怀孕的时候，让这个孩子不要了，后来孩子生下来了，有没有讲过这个话？说这个孩子不要了？你想一想，就是你现在几个孩子？一个。你生这个孩子的话，你说你太太如果没打过胎的话，你生这个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看有一段时间你劝过他说这个孩子我不要了？是你就这么一句话，另外一个小灵性本来要上你的太太身上，就是这个孩子的投胎的，你说不要了，那个魂就跑掉了。你们知道当一个魂要投胎投到一个妈妈怀里的时候，他也是的。就举个简单例子，阎王老爷把这个孩子判给你，你如果在人间你硬不要的话，这个孩子等于不合格了，他照样投另外的胎了，你就是害了这么一个命。他没有，他现在就在你身上，他没地方去了，明白吗？还有你有一个从小
领你的妈妈也不知道是外婆，现在在你身上，年纪大的，头发花白的，往后梳的，这里有点全国这里说说的，很小时候很喜欢你的，你告诉大家有没有啊？过世的，是有的。你这个婆婆，你必须要念十七张小房子。你这个人啊，你告诉她，这个婆婆啊，你告诉她，她经常来看她。只要一来看她，她马上心里就难过，无名火，有时候想发脾气，有时候呢，突然之间好像很郁闷，就是好像心里很难过。你听得懂吗？就是你婆，就是这个是你的。是谁啊？是你妈妈还是你的外婆啊？外婆啊，外婆。那外婆，我都可以讲给你听的。外婆人非常好，很好的一个人，明白了吗？念十七张小房子给他。如果你不信的话，啊，如果你不念的话，你要想试试话，台长可以叫他晚上马上来看你。他谁来了？啊，明白明白，答不答？是不是啊？好，谢谢他们。好了啊，明天还给你们见面啊。接下来四号是你们大家觉得有点热了吧？台长的气场很厉害的，我跟你说，我会叫你们很热的。好了，你讲吧。你好，哦，小姑娘，你要不出来吧？出来，那站着。啊，首先我想谢谢希娜姐和丽萨姐，让他们过来，然后跟您学习，然后想跟您结缘。然后我很年轻嘛，然后很多东西都不懂，然后也没有认真的学习过，所以就是可能跟您很难交流，好好交流。但是我有些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好，你说吧。啊，就是啊，我今年27岁嘛，然后1984年。3月份出生，然后属老鼠，然后我妈就跟我说那时候她怀着我的时候，然后曾经很多次想打掉我，然后就一直没有，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打掉。然后在就是在我出生的前一天晚上，然后我妈说她做了一个梦，然后这个问题其实是帮我妈问的，然后她说那个梦里面她从她的怀里抽出了。就是一束从来没有见过的，然后很漂亮的花，然后他不知道，就是其实是帮他问，然后是这个梦到底就是对他和对我意味着什么，然后这个梦是说从他的什么地方？从他的衣服的那个怀里面，然后抽出了一朵花，不是一束花，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今年27岁嘛，然后我其实以前。就是一直生活，尽管很年轻吧，但是也就是到了很多的地方。然后包括18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然后去了上海，在上海待了7年工作学习。然后之后25岁的时候去了四川做那个汶川地震的救援的事情，然后待了半年多，然后后来又回到，又后来又不知道怎么就来到了丹麦。然后我想问您，就是说，因为我也觉得自己年龄够大了，然后我想在一个地方可以 settle 下来了，就是我想问，是不是丹麦是一个对于我来说，事业和家庭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下来？首先，台长讲话很厉害的，因为我是真的，我不会讲假话，我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好不好啊？你不要介意啊。当然，我也有些话我也不会乱讲的，啊。讲点好话呀，听听啊，当然坏话也有的。首先，你的小姑娘啊，很厉害，很凶，听得懂吗？告诉你，话多，呱呱呱呱呱呱呱，明白了吗？啊，人很聪明，明白吗？实际上，所有的这些转换工作跟你的命中的运程有关系。啊，台长，只要你感应，你刚才说你这是属老鼠的，你知道台长看见了什么？你这个老鼠啊，不停地从跳，跳的什么？就是这个老鼠不停地要换工作，跳，这老鼠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而且是一个黑老鼠，明白吗？而且你的感情运很复杂，不要我讲了吧，你自己都知道了。钱会有一点，但是呢又多了一个守财奴藏起来了，把钱呢有一点点钱呢就喜欢藏起来啊，明白吗？而且呢你这个人呢要管住你爸爸妈妈的，谁都要管的啊，对不对啊？你呢人很聪明啊，人很聪明，你呢要留在丹麦呢就是没问题的。我希望你呢在丹麦呢能够待上五年啊就比较好了，因为五年之后呢你可能要跑了，因为你不念经你永远不稳定，你要懂吗？你只有念经了你才能稳定。所以你说啊，台长这个送货上门怎么样啊，这个货怎么样啊，绝对是。所以呢你如果想稳定下来你就好好的念经。念什么经呢？第一，心要静，不想动了那么就念心经。第二呢，如果我想长期的能够稳定的在生活上这方面都心想事成，要念一个叫准提神咒。这个咒念了之后呢叫心想事成的经，明白吗？第三啊，自己要懂得我们过去生中有很多的孽债，实际上你爸爸妈妈欠你不少，上辈子你是被他们，就是说了你要注意，就是说他们是欠你的，所以你应该是讨债的人，听得懂吗？所以我一讲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你但是讨债它有一个限度，如果你讨过头的话你又欠他们，明白不明白？所以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再讨，你反过来对他们好一点，你没有欠债你没有负债会越来越好，明白吗？至于一点我就跟你说了，丹麦的留下去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要念经，还要念大悲咒加强自己的能量，还有嘴巴要熟练嘴巴，就有时候明明知道的事情不要讲就不讲了，听得懂吗？哪怕人家对你不好我也不讲啊。你呢讲得好听点呢就是啊，心直口快啊，刚正，人家做错了我就是要讲，对不对啊？啊，接下来台长要讲讲你身体啊，你晚福还是有的，晚年福气还是有的，那是前世的东西啊，但是今世还要修，你要注意你有妇科毛病，听得懂吗？肠胃这里还有肚子这个地方，小肚皮这里有很多黑气，台长都看出来了，所以你可能大便什么不是太好啊，妇科晚年会长子宫肌瘤，听得懂吗？啊，我告诉你，我只要看到的一定会有。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老老实实的少吃荤，你过去啊海鲜吃的人不少，听得懂吗？啊，而且我现在看到你肠胃里面有很多的螃蟹，还有活的虾，还有鱼，你敢告诉大家你不吃的这些东西啊？我刚从土耳其回来，我吃了很多。明白了吗？要记住啊，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做错事情，因为我们过去不知道，我们现在知道了，那么念念经就好了吗？对不对啊？我不管你从哪里过来，你从不管从哪里过来，就是活的东西它都有生命的，我们就不能吃，好不好？台长很开心你能这么年轻就能够这么开始要发心了，好好修心了，台长就很高兴。我告诉你小姑娘你前途很好的，以后而且你会赚很多钱的啊，但是赚了钱之后呢要懂得做善事，要帮助人家啊，不要藏起来啊，大方大方的，大方是对外啊，用的是10%也很大方了啊，但是台长可以说你30%很大方，70%还是藏起来了，明白了吗？
要记住啊，自己还有一个腰要当心哦，明白吗？啊，还有啊，胸口啊会有点闷，胸闷气急，年纪不大，你经常会胸闷气急，有没有啊？有的，鼓掌啊！好啦，还有什么问题啊？没有了，谢谢你。哎，真的很好啊，好，谢谢。现在我们七号，七号。好，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了，话筒拿进来了。好，站起来就可以。好。我很紧张哦。你很紧张，还要凹干嘛？很紧张就很紧张了，讲吧。你很紧张，意思就是叫我把看到的有些东西不要讲出来。对呀、啊，王先生，你现在感觉你现在做的是功德了吧？前一阵子忙到现在，啊。啊，好，现在你先说吧，有什么问题吧？嗯，1974年的属虎的。属老虎吧？哎呦。那是他呀，你是女孩子呀？我。很难的女人呢，我看不出来，你看出来，男的。今天怎么这么说话？男的女的呢？啊，我告诉你啊，记住啊，不许太凶啊！啊，在我面前现在，哎呦，好紧张的，凶得不得了啊，过去啊，哎。假装咳嗽也没用。好，跟你说啊，你这个人呐、啊，钱留不住，赚了点钱就没了，赚了点钱就用掉了，明白吗？花太多啊，而且好管闲事，人呢是好人，帮助人家很乐意，明白吗？但是呢，就是要懂得处理人际关系。否则处理不好的话呢，你的事业上就会有损失，明白吗？啊，实际上你的事业上已经有损失了。你过去曾经有一个工作做得很好的，而且可以很好很好一直上去的，但是你放弃了，你转了，有没有啊？嗯。对了，就是在中国的时候。明白吗？有一个贵人，人家帮助你，你也花了不少精力，让这个贵人对你很好，啊，人家弄要把他提上去的时候，他最后又没有弄上去，提上去，来大难，哎，大难就是等于转掉了，明白吗？你呀，要记住啊，自己身体要当心，你的心脏有点小问题，啊。还有就是以后晚年的关节要当心，啊，其他的没有什么大问题，不是太大的大问题。你就是有一个忧郁，你呀有点忧郁。你这个人呢是怎么样的人呢？是一会儿对人家呀好的不得了，对人家如果人家对他不好了，他哇呀拼命骂他。你看鼓掌的就是了解你，明白吗？还有啊，自己要当心啊！啊，我跟你讲，有些事情不要想不通，你经常会想不通，很多事情要放下，没有什么可惜的。你因为有太多的可惜的事情，哎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哎呀，我这个、没有了。这个世界上都是因缘关系，人家有这个福气得到这个事情，人家有这个缘分，跟你没有关系，不要去想。他不好是他的事情，他怎么样你该放就要放，哪有什么自己的该有他来听我不知道听，没有这种事情，全部是因果，听得懂吗？啊，人很聪明啊，啊，偶尔的犯一些桃花偶尔的不大问题，不大，控制一点就好，好不好啊？因为人家也蛮喜欢你的，你很容易跟人家结缘、结善缘，很容易的。你跟人家谈谈谈谈，哇，谈的投机好的不得了，
明白吗？对爸爸妈妈现在还不够孝顺，这么远、啊。看见了吗？这就叫理由。孝顺要孝顺，你说有嫌远吗？对不对啊？啊，这么远，你告诉我啊，你一年给他们寄多少钱啊？孝顺的，这么远，钱也远的。不孝顺。要想晚年好，现在就要开始孝顺，听得懂吗？因为从人间来讲，也叫报应。因为你的孩子以后对你孝顺不孝顺，有待于你现在跟爸爸妈妈不孝顺。从阳间来讲，孩子是看样的，但是从阴曹地府来讲，天上来讲，那就叫办报应，明白了吗？要明白啊，好不好？还有什么问题吗？脾气不要太倔，太难搞啊。身体上是咽喉这个部位，经常咳嗽，啊，咽喉痛不舒服，还有就是妇科。你跟刚才那个女孩子气场一样，颜色稍微偏深一点的阴郁，在这个小肚肚脐以下这个部位，所以你一定会很多事情妇科不好的，明白了吗？啊，我可以问一下，2003年属羊的吗？有。啊，再跟你问啊，不能问超过两个的啊。第二个只能稍微讲几句，啊，因为给他其他人也是机会。2003年属羊的，男的女的？你想问什么吧？前景。我告诉你，人很聪明，感情运不好，以后婚姻会有麻烦。啊，还有一个，这孩子现在已经有点偏食了。我看他的气场，身体的气场不是很匀称，也就是说他可能缺了某一种维他命或者维生素，所以他经常会有一些闹，会不舒服，啊，而且会发温火，经常他是有点压制自己、克制自己不讲话，已经有一点自闭症。对不对啊？这倒没有。你试试看，你看看看，他跟你性格不一样，你这点你承认不承认？跟我性格不一样。你看见了吗？他就是这种很活泼的性格。我告诉你，你这个孩子，我可以讲给你听，你跟你老公吵架的时候，过去、现在越吵，现在我都不想讲其他的。你过去跟你老公吵的时候，就这孩子刚生出来不久的时候，弄得了这个孩子心理压力很大，现在心理压力非常大，经常不听你的话，经常会有很多的忧郁。你呀，用不着跟我讲，台长讲出来刚刚就跟你说了100%，你听也好不听也好，对我没有什么，我一走你们还是你们自己，但是你如果听了台长的话，你能改变他；如果你不听我的话，到了哪一天他变成忧郁症了，你就后悔莫及了。那给处方？处方？处方？把我当鲁医生？给处方？还要挂号的？啊！我告诉你，没有你，因为刚学，你不要有什么面子不面子，因为每家都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没有关系。对不对啊？我告诉你，孩子你要赶快每天给他念七遍心经。我告诉你，有时候他很恨。我告诉你，我讲出来的话会错的，他讲出来的话，我就不会飞到丹麦了。我没讲到你们，我说我就不会飞到丹麦了。我就会飞到奥胡斯去。好，明白了吗？要给孩子多一点温暖，要多跟他谈，多给他念心经，只有念心经他会慢慢的改变自己，听得懂吗？还有给他念姐姐咒，你跟他实际上有冤结的。还有给孩子要念礼佛大忏悔文，一天念一遍，还要给他念准提神咒，让他心想事成。
现在跟他笑，我从你的气场能够感受到，你还笑，因为你这人有时候没头没脑，是吧？鼓掌啊！好了，下来了，下去啊！好，听话啊！接下来11号，24号做准备，还有18号。第一个11号。转的没关系。台长好，很高兴。我想看一个2002年的属马的女孩。看她身体状况，念什么经？她自己念大悲咒和心经。属马的是吧？对。那这个小姑娘啊，你要多给她念念经啊，因为她有一些小麻烦，她的内分泌啊有点失调。是。她吃饭很慢，也不喜欢吃。对，明白吗？她的内分泌有点失调，而且她的这个脖子这个地方啊，腰椎这个地方就跟线啊稍微有点区别，跟正常人啊有点区别。她以后啊。对。你呢？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啊，你呀、啊，跟刚才他讲的一样，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自闭，但是呢，还没有很严重。你要多鼓励他，让他开心。啊，小妹妹，你说他听得懂国语吗？一点点。啊，你看啊，他以后啊，你不要叫他讲，就是我告诉他，你呀、啊，你要让他好好的修。为什么他从小你要培养他开心，他会以后会大起来会越来越开心的，否则他一直会不大开心。还不如那个大的呢，那个大的这个是女孩子吗？对。你看昨天在飞机上，然后一看他就是他睡眠不好。是。我告诉你，这个大的还有点心里还开心的起来，那个小的不大开心。哥哥欺负他。哥哥欺负他。什么？哥哥欺负他。欺负他，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有些话呢，我就不大愿意讲了，因为小孩子在不大好。他哥哥呢，前天呢。OK。明白。是。鼓掌。明白吗？不能讲，听听啊！我是那样，我是那个啊，不行的，不能讲的。啊，好不好？他现在自己念3遍大悲咒，3遍心经。然后他自己功课要加强吗？他自己功课。是。3遍大悲咒。对。3遍心自己能念。哇，很好。一遍给他讲。小姑娘。对。哎呀，这么好。要跟教他心经念7遍吧。7遍心经。大悲咒可以念3遍，还要教他念一个如意宝龙王陀罗尼。我帮他念可以吗？可以，给他念27遍。他会越来越听话，越来越会顺利的，好不好？这小姑娘以后前途还是有的，她适合于搞些创意、设计什么东西的。以后叫她读大学啊，就学那种那个设计啊什么东西的，她很喜欢的。这个弟弟啊，我告诉你，讨债鬼，就这个儿子啊。明白了吗？小讨债鬼啊！你要是不听台长的话，台长很厉害的，一发功，啪你就不动了，跟电影里《Movie》里面看见了吗？啪一下，让你这几天都不能动。等台长离开奥公司的时候，一截，好，写过来，好不好？念几句经文给大家听听好啊，这么小，念几句好啊，见世间万大悲心求利益，大波罗蜜多摩诃利，南无利益波罗蜜多摩诃菩萨，摩诃萨埵摩诃迦叶，三藐三菩提树，那拉心那是第一点。看见了吗？鼓掌。告诉你，这个小孩子，你说有没有救？他这么小就会念经，你根本不知道。我
告诉你，他就有救了。他以后碰到什么事情，他就念经，就化掉了。碰到什么事情，念经就化掉。这是妈妈福气啊，以后你就不会被他送到养老院去了。很多爸爸妈妈年纪大的时候，被孩子啊硬送到养老院，外国人都是这样的。而且很多爸爸妈妈自己不想进医院，说在家里我好好静养就好。儿子不行啊，看左一针右一针，左抽血右抽血，这里做穿刺，好好的一个人都给爸爸妈妈，都把爸爸妈妈都弄死了。你们不知道啊，这种事情有时候自己年纪大了受不住自己控制，这就叫没福气。现在他从小培养孩子，这个孩子这么小，他以后都懂得念经。爸爸妈妈身体不好了，就算以后生病了躺在家里，孩子就说了，妈妈我帮你念念经啊，会好的。哎，念念经真的菩萨会保佑他的啊，该吃药的时候吃药，对不对啊？但是念念经不会生恶病啊。啊，看这个就妈妈的聪明之处啊，非常好啊。今天十八号。嗯，把话筒给他。你好，刘会长。首先我感谢大家给我们唱的。哟，功德无量了吧？啊，不得了哎！感谢刘会长能够来这儿，给大家唱歌。我想问一下，八一年的鸡，男的。男的是吧？对。八一年的鸡啊。他的事业，以后会好。曾经刚刚进单位的时候还不错，现在差很多。是。啊，明白了吗？以后还会好。你看他是换工作好，还是在原单位好？换工作好，还是在原单位好？哦，他很早就想换单位。是。再等一等吧，等两个月到三个月。顺其自然就顺其自然可能会换。真的，如果从现在，因为我看到那个图腾里面，也就是两三个月的事情，有可能就是他现在跟人家单位里新的 office 跟人家签合约啊，靠谱，可能就是到两三个月才能就促成这个事情，好吧？但是换了之后嘛，也跟咱俩也差不了多少的。啊，有一句就话，我不知道你听到了没有？那个换什么不换药的那个，听得懂吗？因为他本身有点技术，有点视频的，是你的那个谁是吧？好啦，还是怎么样？看他的婚姻吧。你弟弟啊？属什么？马。属鸡的。哇，你弟弟脾气很倔啊，倔得不得了啊。有点麻烦，感情上有点麻烦。是。闹得很厉害，有可能会。他是单身。他现在啊，过去你谈过一个同性吗？好了，他们不是差点结婚了吗？睡觉了呀。我不管你结婚没结婚，我只要看出来了，在他图腾上一定有这个东西，这个一个结，也就是说这个情缘，他走到这个地方没了，这个就没了。那因为我不知道他结婚没结婚，我就看他有这么一个男人，跟他有这么多缘分，到最后结了，听得懂吗？对他来讲也是慢慢伤心的。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吗？你知道你跟你弟弟什么关系吗？你知道你们你明不明啊？好啦，你妈妈就不要讲嘞，再讲下去就不行嘞，全部都听到嘞。好啦。他的工作运什么时候会转好？他刚刚我看他图腾蛮好的，工作运很快会转好的。工作运很快。
叫他身体当心点，他现在身体不是他。他什么时候会遇到他的女朋友？你帮他介绍好了，你等我，我干嘛？啊，你帮他介绍介绍，好不好？还要问啊？给人家点时间吧。下面谁啊？下面24号。明天还有机会抽，还给他。哎呀，接机的优惠啊！昨天来接机的啊。你属什么的？80年属猴。典型的一个怀才不遇，有本事，就是没有好好的发挥，颠簸不定。你听得懂吗？身体不好啊！我告诉你，你的骨骼不好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啊，你缺钙啊，你的骨头会响的，身上会不会响啊？有时候是手指上会响。其他的呢，就要注意肠胃，你的肠胃很虚弱，你吃进去东西它不吸收。不鼓掌啊。部长跟台长接气啊，这也是。还有，自己要记住啊，自己要记住，不要患得患失。什么意思啊？就是得到一点东西也担心，失去一些东西也担心，心理压力太大，什么都心理压力太大，什么都记在心中，放开一点。把那些安全带把它扔掉，像电脑的病毒一样，太多的担心了，担心到最后好了，电脑坏了，听得懂吗？什么都储存在电脑里啊！你那个老婆傻傻的，有时候讲一句话对你不好，你也记在心中。你嘴巴里说我没记，实际上你都在心中。你这个老婆什么话都讲，她也不管了的，出门不认货的讲话，对不对啊？你看多很对。你不要去记他，你记他被你发神经病了，你发呆了，记他干什么了？他真的是什么都不管的，人是个好人，对你很好，明白吗？确实是，不是两个嘛，一看看两个了嘛，所以呢，自己要记住，你的事业运不够旺，这是你前世的问题。所以你今世事业运要好好修，你要多做功德，就是说要多帮助人家，比方说拿台长的书去给人家看看啦，这都是帮助人家。就比方说去帮人家载人啊，有时候像王鑫那需要救人的话，就给人家送书让你载他车去出去啦，这种都是做功德，明白吗？我不管你什么样，你一定要记住，你要修福修德，你才能得到功德圆满。就说你的事业运要好，你福德不够，明白吗？你单单只有技术，但是你没有这个福来享受。也就是说，你可以做出一盆很漂亮的菜，但是你牙不好，肠胃不好，你没福气吃啊。听得懂吗？你菜就在你前面，你有办法吃吗？没有办法，福德不够啊。而且呢，叫你老婆呢，以后真的少养他两句，因为你有点压他，你压他压得蛮厉害，你的命有点克他，他被你克得够厉害，真的。怎么办？少讲两句啊，怎么办？那怎么办呢？问我啊，自己解决。明白了吗？其他没什么了，肠胃当心，我刚刚跟你讲了，腰要当心。杨柳细腰，
啊，杨柳絮要过去很扭伤过一次，台长都看到，告诉大家对不对啊？绝了，告诉你，你们没看见台长在马来西亚，在香港，把他什么时候点点心小孩什么都讲出来，他们都傻掉了。我跟你说，没有一个人能说的这么仔细的。好了，其他没什么了，自己当心啊、哦。有一个胳膊、肩膀痛啊，还有颈椎这个地方不好，酸痛，对不对啊？会错了，还要我奖励一点点吧？啊，再讲一句好吗？啊，脚要经常洗啊，脚不经常洗啊，有点臭。鼓掌。他贼磨啊。嗯，好啦。我主要念哪些经啊？啊，大悲咒每天至少念13遍，好吗？心经念7遍，准提神咒念21遍。可以，好不好？行行好，好了好了，抓紧时间。你这帮他的，明天再说吧，太太太厉害了，还要控制他。台长刚刚说他控制，当着台长面还要控制他。来人呐、啊，把他拉出去。啊，接下来是10号啊，20号，改话筒啊。10号，啊没有，20号。20号。大家好，大家好。啊，有接机的好友，有空气，接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机的，浑身发抖的。台长，我是66年属马的。66年属马的，想问什么？想问一下，第一问一下我事业。嗯，事业时好时坏，不顺。你很有抱负，想做很多大事情，但是虎头蛇尾，做一段时间就做不下去了，对不对啊？对。你的钱财啊留不住，你赚了点钱不知道给你东花西花就花到哪去了，你能懂吗？我现在1分钱都没有。明白吗？打开始了，聚财是靠什么呢？一个是靠前世修，怎么样一个人会有钱呢？前世要做好修，今世呢要懂得布施，这个人才会有财有钱，听得懂吗？另外还有一个财布施，还有法布施，就是经常教跟你讲啊，不舍得花钱的人呢，就经常去做法布施。哎呀，你要相信啊，菩萨保佑你啊，身体好啊，怎么你要念经啊，这也好了、啊，明白吗？啊，因为这不花钱嘛。啊，但是台长告诉你，你不花钱也不对的，因为你是真花钱了。你为什么会花钱啊？因为你啊，做头发啊、买衣服啊，你很可花钱。好，记住，很有才华，但是太小心翼翼了。你很多人生当中有几个转折，本来可以让你脱颖而出的，但是你太小心翼翼了。你曾经还在某一个领域里边做过一个出人头地的事情。而且你曾经要考入过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学校，或者一个什么单位，本来可以很好的，但是呢，你就是 lost 这个 chance， 有没有啊？告诉大家，小时候你大概还学过什么艺术的吧？音乐有什么艺术？我是我们协会的文化团长。看见了吗？很好。记住啊，身体啊比较虚弱啊，你这个人呢晚上睡觉有问题，质量不好，你想的太多了，你把过去那些事情你都记住没有忘记啊，唱着邓丽君的歌曲吧，忘记他啊。来吧，我这个看见他陪我啊，
台长，您告我一下，我是比较适合做一个一小生意呢，还是稳稳真的打一份工呢？我告诉你，你呀、啊，我看看啊，属什么？六六年属马的。啊，从气场上来感应，你呢做小生意，但是你小生意呢又做不长，你做小生意呢会有点犯桃花，这点事情呢台长都告诉你了啊。厉害啊，这个卢台长啊，卢台长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打工的话呢，你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人，因为你做不长，因为你觉得你很有能量，因为你觉得是跟人家不一样，明白吗？那些打工仔你是看不上的，所以呢，我觉得你还是做生意比较好。做不长的念念经啊，调节调节啊，做到一定的时候找个人顶一顶啊，情愿自己少赚一点，但是人不受累啦，钱一样可以赚啦，不要贪心啦，对不对啊？你的腰好不好你知道吗？每天早上你爬不起来你知道吗？知道。腰还有什么叫到你家里去？上班啊，经常迟到，没有办法，明白吗？所以要懂啊、哦，懂了慢慢就会改了。自己呢要多缺，你现在身上是缺阳气，缺阳气呢不是叫你找男人，是要念大悲咒。你是阴太重，阳气不足，阳刚之气不足，明白吗？要多念大悲咒，增加自己的能量，那就会越来越好啊。年轻时候很漂亮啊，我刚才看那个图腾啊，哇，这匹马漂亮啊，非常秀气啊，啊，我刚刚讲你了，你可能会考进过一个什么文工团呢，也不知道什么单位的应该，或者一个老板特别欣赏你的那个单位，有的是吧？年轻人差点会做模特儿，看见了吧？哎呀，模特啊，台长现在模特。台长，大家在马来西亚2000个人跟台长拍照片，台长是模特，做得不错。哎呀，模特，看见吗？我跟你们说，台长什么都看得到，所以一个人生呢，就不要再去啊，去好像我们没有的一定要去追求，有时候很难的，放开自己点，一切随缘，缘来了就是你的，缘不来就不是你的，随缘嘛，就这么啊，明白吗？以后教台长一招啊，我听说他们有个动作是这样的，动一下动一下。好，你说吧。台长您看我看得很透彻，你看我看一下我婚姻好吗？感情运也麻烦了，感情运也是很透彻的，你最好还是不要看了，你好看你多念点姐姐咒好吗？好吧，还有点大吉祥天女神咒，这是让你感情比较融洽的啊，感情要融洽一点，大吉祥天女神咒，还有就是要念一点那个礼佛大忏悔文。你知道你前世欠人家感情，你知道吗？所以你这辈子逃也逃不掉的，你注定了要还2到3个人的感情，所以你一定会，听得懂吗？会很伤心，准呐、啊，太准了。那么现在台长就教你来念经节奏，念心经，好不好？然后再念一个呢，就是什么刚才讲的，大吉祥生天女神咒，再念一遍那个礼佛大忏悔文。那你有下来跟我说什么？下来跟你耳语啊，偷偷的告诉你啊，你马上的感情还有没有啊？你慢慢随缘吧。有啊，你一辈子都有啊，你的老太太还会有。不过老太太有的时候也不是小伙子，也是老头子，所以你不要太兴奋，明白了吗？啊，一直很有人喜欢他的，他的情缘非常好的，啊，麻烦啦，啊，好啦，啊，好啦，那么今天呢是跟大家小小的见面。那么明天呢，在奥胡斯呢，虽然时间早一点，那么希望大家呢还是
啊，来跟台长见个面。台长今天呢，就只能到这里了。不过我看到那个英国的这个朋友啊，这么远到来，应该给他个机会。他人家跟到奥胡斯来了，啊，是英国的叫清兵韩冰，啊。你做什么了？应该说，我跟你客气，你也跟我客气，只给我老实一点。学佛很老实的啊。六三年属兔子的女的，我就知道你要替他问姻缘。叔叔，他姻缘不是太好。他老公是吧？你想想看，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凡是如果两个生肖一样的就比较麻烦，在家庭里面两个生肖一样的也会有麻烦，听得懂吗？当然了，你有时候很难的，两个生肖一样，你说哎呀我不跟你谈了，我五中未雷啊，你不能讲啊，对不对啊？这就没办法了。所以有时候呢，就是缘，该欠的就欠，该还的就还。还想看看他们两个很大的麻烦，闹得不好要会闯祸的，明白了吗？哎，一个特别强一点，一个也很强，两个人现在都相互不卖账，这个感情也是很差的，明白了吗？所以你看了吧，怎么办？好吧。你等着吧，你看看他们融洽的是多少时间，他们过去吵的那种样子你没有看见过，他没有看见过啊。你讲。台长，那个师姐说，你对着嘴巴。那个师姐说她之前有过一段婚姻，而且那个婚姻真的是非常糟糕的。啊，要打的。哦，要不我看的是他前面一段。但愿如此吧。哦，他叫我看看是不是前面那一段。哦，希望这一段就不要再打了。这一段好像时间也不长哎。看见吗？他属什么？走着瞧了，叫他念经了，哎，以后绝对大搞不妙。他现在这个先生不是什么混血了吧？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是吧？但是个子长得蛮高的。知道了吗？好了，请接受啊！以后还要动呢，动。不一定这里啊，可能这里啊。记住啊，他的病他是有点欠人家，主要念姐姐咒，念心经，然后呢念礼佛大忏悔文，明白了吧？这点经文念念，还要叫他们放生，放生也能化冤结的。你想想，他把鱼不跟他结冤，把他放走了，就是化冤结吗？我的徒弟，我都有时候他们不问这种东西，我都不会讲的。放鱼呢，腰好的不得了，放生啊，延寿啊！老婆婆，你一定要放生啊！不放生的话，身体不好哦。好吧，还有问题啊？不要客气啦，给你们个机会，赶快讲啊！台长，我在哪里这个三头家比较好，就是英国三马还是在中国？英国三马，是中国。你属什么？79年的羊。我看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呢，我看你过一段时间呢，最好呢还是，如果你在中国的话，可能有5年的，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之后呢，冰冰城就急转而下，有可能不当心还会发大款了，或者甚至有牢狱之灾了，或者被人家弄。实际上台上看这个东西，就是说很多人叫我看在哪里啊、哦、我说你呀，不是五年大运了之后，实际上他钱赚的多了之后，他开始做坏事，可能人家就来给你搞了，这种事情被人家告了，这种事情都会有，听得懂吗？所以人过去中国人有句话说啊，人怕出名猪怕壮，对不对啊？就这个道理。所以你呢，这个事情要当心。但是呢，从英国跟丹麦来讲呢，我看你还是在英国。那我去澳洲可以。你要跟台长在一起当然很好啊，但是我要看看啊，这个航班有没有？啊，也蛮好的，这肯定是一个好孩子。这种心地很纯洁，只不过年轻的时候稍微做错点事情，受罪。掌声送给来人啊！好，谢谢大家，谢谢。